牛不拉，我是鸽子。快白数了，该吃月饼了啊！俺几个要菜点准备准备。这芝麻在年时间打的多，那里头也积点，我以前也弄点吧，中不中？中啊！我要这一块简单再简单。外先弄一层月饼，然后酥焦香。一层月饼呢？话都不会说了。记着吃月饼，一层月饼。我是说月饼外也弄一层芝麻。那月饼外也不都是得弄一块芝麻呀？有的弄，有的不弄。弄一块芝麻，弄上点香。你得吃啥馅的月饼？我得吃，我得吃豆沙馅的，我得吃蛋黄馅的，我也得吃水果馅的。我觉得少见了，他得意的就能吃这里，不见了。我得意吃这五仁，这就是受不了自杀。有芝麻了，又是有这大不认真，这一口好吃。那都是五仁。弄回来他不得吃啊？记住了，听见了吗？那都会弄点，给我弄点，我得意吃的呀。哟，他那还啥馅都有，想吃啥馅有啥馅。我就得坐着吞呢，这比的不要，光要薄，好了。就这五仁馅儿的，要你选的话，你会选哪五仁？五仁不光是五仁呀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像五谷杂粮一样，你看，螺丝儿、芝麻、瓜子儿、葡萄干儿、黑桃、米子儿，还有啥？反正我不要冰糖。还有啥？想不起来了吧？想不起来。葵花仁，我说了了。反正我又没说这几样弄一团了，肯定好吃，对吧？你会咋搭配味儿啊？像是我呀，你说，他都不得摸开心果、冰果、杏仁儿。你会用的天哪，你这是？你干咋嘛嘴学呀？咋了？你这是干果大聚会吧？你这不是你别煮月饼的？我这也是五窝，这五仁儿啊！弄油，弄油稍微磨一下。哦，滋滋嘞。照顾这壶啊，我照顾着嘞。我你照顾好你这壶啊，你看你留了一个呀。弄点儿几滴儿。一会儿你赶紧就照了，放到墩儿上。好。哎，好好好。好。呀，你说这大一摊呢？都说了。搁过去都炒两根菜了。不真哦。这两次给他弄个水煮菜，给他吃油了。哎呀，你要到这照顾的还怪猪看的这一户。嗯，你看这堆上面可以吃着吧。好好好，这都干干起了。去找个大洗面袋，你俩去挖面吧。一碗二十来斤。挖多少？哦，挖十四斤。十四斤，七碗呗。一碗，哎呀，嗯，再给我打碗，你看，你看，九碗呢，全碗了，九碗，小心点，人家吃吧，这是不是得有赵成仙了？哈哈，我就是四个，你大能人用我，有赵，好好，三个，萝卜够，怎么着？还一下还试试，我又不是不会。让点不到二十斤，嗯，差不多。咋没样？是不是？你总碗自己呀，我们碗的满碗，碗的满碗，我这碗碗满。好了，俺这煮月饼的材料，俺家现有的先准备准备，去了还得再配点他那儿的葡萄干儿了啥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西瓜视频牛不拉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